一声来。各位朋友早晨，现在呢我是星这个朝早星期日朝早的时间是来到济南教会啊，台北济南基督长老教会。啊，专登走过来呢就是去见证一下这间教会。啊，曾经呢是当了香港的抗争者，我想现在目前都是在这里做很多帮助抗争者的事情的。咁就这个教会的设计呢外形呢很特别下的，就是仿哥德式的。啊，带到那个尖顶啦，啊，这个设计啦就是外观的设计呢就是仿哥德式的。是日本的一位设计家设计的，这间教会是超过100年的历史的了。看到的教友呢应该是刚刚聚会完出来的，年纪都是比较大的人多一点啦，看到是年纪大的人比较多一点的。啊，见到黄春生牧师在这里，真是好彩，真是幸运了。黄春生牧师，大家目睹他真人的风采，就是这样的了。咁啊，嚟呢度咧就即系想了解一下啦，目前嗰个台湾嘅教会嘅现状啦，仲有咧就系、是、我哋香港嘅手足，好，谢谢，香港嘅手足嘅呢一个现状啦，佢哋即系。到底是過得好不好啦？好啦，咁呢一段外形咧，拍攝呢一個濟南教會嘅外形咧，就到此為止。咁我一陣間如果有機會訪問啊黃春生牧師嘅時候咧，就再拍過啦。啊，多謝大家收睇呢一段，拜拜。